姐姐现在要来做头发了，现在她的发型是这个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姐姐最后绑出来的成品会长什么样子。好好好 ，OK OK， 那就这样子，来，我们请阿姨来剪吧，再麻烦你了，谢谢谢谢。阿姨很配哦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来，现在是过程中，姐姐先把头发梳干净，梳整齐。后面有妈妈跟她的女儿在合照。不是我妈妈。对。哇，你的手速好快哦！姐姐绑了差不多30分钟，已经好了，现在在烘干。姐姐，你的头发不一样了哦，爸爸第一次看到你绑这么特别的发型，酷哦！捏一下吧。我从镜子看得到你在拍什么。你从镜子看得到我在拍什么？真的假的？可是我看不到你。好啦 ，OK， 捏一下，捏一下，快。捏一下，耶！绑好头发了。刚刚没有拍到辫子。哦，真的哦。对。好好好。刚刚我们绑头发的姐姐呢，有说这个辫子要拍一下，这个才是重点呢、啊。哇，有没有看到这个秋咯？不简单哦，不简单。对对对对，太厉害了。这个是属于黑人的脏辫啊。好了好，我等一下给你看。OK OK， 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。